同学，糖果掉了。哟，方家的人果然不一样，这都能接住。你是故意的？难道还能是巧合吗？看你不爽很久了，到了大学还这么拽，不要当保安班不存在。哎，干嘛？想打架？第一天，我来吧。在外面打架多难看啊，进来吧。沈少爷，方少爷没事吧？我不是担心少爷，先叫台车吧。什么车？救护车。哦，救护车。药费算我的。想走，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去洗手间啊。不行，昨天白白预言了。你今天去洗手间的话会有摔倒的风险。我来扶吧。啊，扶什么？就扶你走啊。啊，哎，你知道那颗星星叫什么吗？北极星吗？不对，它叫林银商、安吉丽娜、银雪雨寒林、雪莉赤魅 J。你随便起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为了感谢你帮我过生日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送给你了。哈哈。